看一下这波吧，走过来以后贴墙卡了视野，视野的那这个位置 Q 没有命中，闪现过来开桶 W 开启自己的加速，但是 Breeze 这个位置已经走不掉了，就是视野，所以说很好杀。看，而且这波这个彭展翔卡视野卡得非常好，等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是，而且我看到他其实哪怕早点开也没啥意义，没有六级，哎，要硬杀，彭展翔直接往这边走，升六了，看一下要怎么操作。W 过来后先开大，直接瞄准对方在扛塔的赵信，收到以后虽然灵魂没收到，但是塔前的兵和人头已经全部拿下了。是，而且这波的塔 TP 来到下路是一个露露的 TP， 第一时间女坦顶上去，再吃一个露露，他好能顶，一个四级的女坦在前面像个战神一样。那 Missing 要被卖掉，而且闪现再交出来后 Elk 也是隔墙拉走， Missing 这边尽力拖延时间、W 应该是带走，是这边余生现在渐渐上路的这个线权也就拿不到了。嗯，毕竟清线速度上还是比较慢，哎呦差一点点啊，睡到了，但还是落下去了，而且落下去一瞬间就把大给了出来以后再被晕住，都很及时啊，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。嗯，而且确实兰博没有六级的时候想来硬越，想动下路，下路这边得走，已经 miss 了，看看有没有爆吧，走的有点晚了、一勾勾了下来，金包拉开，兰博下大伤害是直接秒掉了对方的辅助，还想再追哦，但是中野他现在其实这个前期节奏我觉得没有打得很好，哎，遇到了上来直接指双方互指打野，坦坦选择往后拉，对方也是交出闪现直接往后走，但对方的伤害有点太高了吧，有镜直接是把这个兰博给收下。但我不得不说 V 五其实这个峡谷先锋，哎，摸 W 上来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危险吧，看一下一技能命中了，露露过来保一下，维斯这个位置顶着塔硬来、但是看到了以后选择向后扯一个大招，选择拉开。那看一下这个位置 poke 能打出多好的属性吧，瞎子的位置不错，进先开大，兰博一个大招隔离一下，先保住自己的中单，所有的人进去咳血刮到了五个，第一时间先秒瞎子，后续精神交起来后，远处的飞行再拉到 Uniprime 的这个血量已经不剩了，人数正忙的，这波对于 W 而言是有换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波，就赵信其实跟露露一直站一块，而且正面第一时间大招开得非常好，是留到一个左一弹，哦，维鲁斯的一个控制也是把对方就往后劝退了一下，但你看赵信直接往前走了、他刚刚是往后退了两步，我觉得 就导致他其实没有换脸，而且已经没有后续作战能力了、一个睡眠气泡睡到了这个位置可以秒的一个大招散开，但是闪现进来以后维哥 W 挂中，位置上自己没有大茫茫焦土开起来，但是爆炸火石已经拉开了，同时在侧翼女坦，但我看他出了个小木锤之后以为会走神分的，那这把看后续这个选择应该还是会可选，小东北左一的玩法非常科学、顶上去想清一套兵，兰博在侧翼被减速留住了，但是没有人能跟上、漂亮，远处的小东北突然的发难，错的，但看后续吧，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找机会能力也强、再来看一下这波塔前的一个交锋，瞎子先摸进来之后特意赵信想清兵，但是已经接团战、而且我们从地图上的分析来看，哎，这边 TP 了，想要打直接架狙减速，第一声大的是一个维鲁斯，这泰坦选择帮他挡一挡，曙光也落大，落下效果一般，盲仔摸的眼的位置还不错，但没有选择直接踢，卖掉一个辅助全员的后撤，一个睡到了辅助，但是加速给到了，而且这个位置交出闪现以后落地的佛耶哥才是危险，赶紧拉开，后续兰博打下自己的大招、一个大招直接攒下来，通关天灵并没有击杀掉对方的赵信，而且自身的位置还比较危险，一个睡眠气泡再睡到小东北，在侧翼给到 W 足够的支持，哎，先看一下这一波会不会打起来，这波直接开大、这波瞎子两件套的一波还是挺有机会的，一个人硬顶上去，兰博的大招撒得不错，逼退了对方一个前进的位置，金身交出来，双方的辅助都在原地罚站，而技能开启，左一在侧翼继续找机会，瞎子进场的瞬间一个一拍地板，一个大招再不换露露控制所有的人，猫了在旁边一个飞星，露露拿到了双杀，是的，侧翼的一个睡眠细胞再压一下，但是没有留下任何人，这波 W 是失去了下路的双人组，对于 V5 而言有没有一波控龙的机会呢？哎呦，所以再拉没拉到，有点可惜，这波 V5 的 AOE 算是拉得满满的了，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先手能力所带来的主动性，飞行再拉一下，因为外的血量不是很好了，像 Breeze 手里是捏着痛关天灵，有一定的操作空间，先让小东北找找机会，手里的惩戒还没好，一个睡眠气泡睡到了，飞行拉过来，但是 R 技能 CD 没转好，不太没办法下去，龙的血量只剩2800，女坦先指上来要瞄准的是对方的打野，
这边悲伤先交起自己秒表闪现，再拉开通管天灵，拿起对方的灵魂，一技能再进再偷再造，这一波直接是完成了一波3打5的团战，只剩对方上中两路的情况下，还要做一个追击，睡眠气泡再命中，小东北这场杀疯了，远处飞行过来距离伤害差一点，红温的伤害直接烤掉一个大招，又穿起两个，但是没有办法 ，Breeze 完成了团战的收割，是很伤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打野是没有惩戒的。就只能看着对方打到，而没有抢了一个手段，但没想到对方真出来接了，而且呼吸哥在正面是先偷掉对方的一个人，主要他站在龙坑被左一 poke 的有点受不了了。嗯，确实这波打大龙有一点拼，而正好是让他收到了这个硬斧的灵魂，是后续站起来给控，瞬间的起火，一个睡眠气泡又打中了对方一个想要追击的位置。嗯，而且兰博这大招下的也非常不错，是拖延了对方用力波撤退的一个路径，而且特意小东北的这个睡眠气泡呀太关键了，就吓得尤尼波还以为盲僧要被秒了。是。布鲁斯反身给了一个斧白锁链，把人劝退了。兰博大招下的还不错，但泰坦的钩空了。哦哟，这一剑差点带走赵信。现在瞎子没有什么太多正面回旋踢的机会，毕竟一个泰坦摆的。哇哟，这个血量直接下大。兰博再下大，这个大招是劝退的大招，让你把中塔放出来。一个大招，小东北先交出自己的一个闪现。LK 也是交完自己的进化再拉开，曙光原地交了一个秒表，但是正面的兵线总算是清干净了。这个位置走的有点随意，感觉要被埋伏住了，金身也没必要开了，直接被对方抓到以后秒杀，那威武可能要选择搏一搏了。金这边也意识得很清楚，选择再拉开，龙的血量还在持续的下降，飞星拉过来，兰博撒大，打出了一套 poke 的效果，近远处开大，瞄准 Breeze 这个位置一套伤害以后，痛完天灵选择拉开大招加闪现，反而是 poke 一下以后，彭展翔这个血量直接被吓到了，非常惨，瞎子在正面直接被四个人集魂秒杀，一个闪现 Unify 躲掉了小东北的致命伤害，但远处的一剑飞星开普勒这个位置感觉很难再走掉了呀，一技能直接拿下人头，双杀到手。是的，而且这边在拼对方主基地的一个进攻，这边亮起了 TP 是想来了一波的，胡杰哥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，张一凡这边往自己走，但下来就睡到一个睡眠气泡，直接是被小东北给击杀掉，尤尼波也在往后走，但小东北没有让他称心如意，拿下一波双杀之后，我们要恭喜 W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了。这把比赛对于威武而言，不得不讲的是，其实前期确实给 W 带来一些麻烦吧，包括我觉得赵信